吹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有些音会掉下来啊？嗯嗯，好，那是什么原因？嘴唇好像没有调整。对，最主要是嘴唇的问题哦。当然，你的呼吸要深度。OK， 这是这两件事情，一个是你的呼吸要有深度，因为它音已经开始往上走，对不对？往上走的音就比较容易会掉下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这里一定要保持好。首先是这里先保持好，保持好的话，声音一定会上去。然后你现在吹一下那个第一个小节的吸收，你先把它连起来，练一下，跳过去，再跳回来，吸收，然后把它连起来。重新呼吸之后，你要记得你再回到那个收，因为呼吸之后我们嘴巴会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第二组的收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它就是 会有点破音，然后才吹出来？哦，我再一次哦，找到之后你一定要一直记得那个点，呼吸之后你要回去。对，很好，好，来吹一次。嗯。